好，这就是我们那个感测器安装的位置。我把它装在手背的那个夹爪这边，对，我把它固定住。对，然后这边是电路，对。然后我开电以后，我的程式开电的话就开始震动，对。我想利用这个震动值去读取，这样子。那这就是我们的所使用的环境，这样子。